魔王界的美女，这是歌唱比赛的魔王，这个直播要下垂，我们有听到那底下那里身体啊，我们的超级红人榜，都会听到他的声音，歌唱比赛，大家都知道，新人呢要过关啊，要呢一定要经过他的魔王，是啊，但是呢，十个全部都倒。到现在都没有人超过他，没有人办法，所以我们要称大魔王。对，我们要介绍所有人带来好听的歌曲。谢谢第三，来老师，谢谢。来，阿兰的和平哥大家不要赶紧吼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相当丰富哦吼，好，快来，好，快来。
我是苏佑荣，这让你笑得到地，我哪会看本地咱的好朋友安尼坐咧遐吃咱的平安餐吼？对，看到你安尼咧唱的时阵，哪会拢脚床浮起来？哈，不要紧，来啦，时间的关系，唱了无好听哟。我啦，没有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已经平均快接近九点，时间的关系，因为吼，伫咱的庆典吼，从各地方来的，啊，咱的弟兄啦吼，所以呢，有的对，东南西北全部都来，好差。啊，就爱赶紧要登机，我要上班的呀，对，我要赶高铁的呀，对，要回车的。所以吼，伫遮呢，代表着吼，代表着咱呢啊，陈天江吼，那讲呢啊，咱甲咱遮友强朋友，甲咱说着感谢啦吼，感谢恁的莅临，感谢恁的批评指导吼，那讲有因的光临吼，才能让我们今天整个场面这么的圆满。是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佑荣呢，连续两首歌曲要送的东西小礼物给大家哦，来，接下来什么歌？那我们的佑荣还带有呢？还会再送我们呢，台湾义工队台湾义工队呢，我们要准备小礼物哈，来送给大家，来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忙哈。佑荣一样哦，一样哦，一样，哎，哦，一样，对，一样有加钱吗？哎，谢谢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是顾威，嘿，老哥哥，谢谢。谢谢。
讲，有去无去？老师，我的音乐可以继续吗？来，林瓜丢来老师来，邀请我们的李明阳老师。李明阳老师，我们服务人员一支麦克风，赶快拿过来。来，啊，这陆陆续续呢，咱的好朋友准备离开咱的现场哈，嘛祝福大家一路顺风，一路平安。啊，咱舞台顶的节目有头有尾，咱做好圆满为止啦哈。是，来，李明阳老师来，掌声的欢迎老师，我们来继续下去的，林。练武功哦，练功夫啊，练功夫哦，花雕，好来哦。